程中说那个想要叫陈佩琪去报名参加第五组的候选人，您赞成吗？你要帮他辅选吗？第四组那边出现在第五组，他说你是第四组啊。对啊，那这不是民进党的策略吗？啊，你今天是来帮黄珊珊站台辅选吗？没有的，我是被廖先平拜托来的。嗯，啊，可是今天陈时中也同场，会想跟他说什么吗？不会，我是来尽义务的。我看到陈时中这个架势吗？到这边好，到这边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这总统级的架势，对不起。